发泡网管棒生产线是采用螺杆长径比为55:1，是以低密度聚乙烯树脂为原料，通过挤出过程高压注入抗收缩剂和发泡剂，经过冷却，通过变换不同的机头模具而能生产出网套、网垫、发泡管、发泡棒等不同制品的产品。设备的型号有 SMSJ-65、SMSJ-70、